日前，国民初恋秀智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分享了一段自己素颜吃青菜的视频。视频中，秀智素颜吃青菜的样子像个行走的表情包，吃了一根青菜也太可爱了吧！哎，你会不用这么奇怪的在油里。近日，秀智和演员李栋旭正在恋爱中，双方所属社承认恋情。相关人士表示，两人互有好感，正在互相了解的阶段。秀智、李栋旭最近由演艺圈前后辈关系发展为恋人关系，年龄相差13岁的两人正在交往中。据李栋旭与秀智身边的多名好友透露，李栋旭与秀智此前虽然对彼此有好感，但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是恋人关系。两人单独见面也不过一两次，而且都是在咖啡厅之类的公开场合，并没有刻意避开别人的目光。因为媒体突然曝光两人正在交往的消息，让李栋旭和秀智也非常意外。不过想到此前见面时有可能被媒体拍到了照片，而且原本就对彼此有好感，李栋旭与秀智干脆决定借这个机会正式开始交往，所以才会通过经纪公司承认恋情。